叫天下人负我。天子剑，号令天下王师。立刻发兵西征，剿灭刘备。历代君王均以为大业以江山为本，但我始终相信，大业不是江山，是百姓。我主公与明公不同，他是汉帝之后末世英雄，哪怕天崩地裂、乾坤毁灭，我主公必然殉天而死，断断不息。挟天子以令诸侯，掌天下之柄。我主公临危而死，之为汉贼，臣迟早也要手刃此奸贼，忠心大汉。我必胜诸葛亮。将军同行，貂蝉无缘与你同生，但愿同死。我知道江东基业是孙郎的生命。我挥剑只有一次，可我磨剑磨了十几年呐。天下没有我曹孟德，不知有几人称帝，几人称王啊。我曹孟德绝非他们猜忌的那种人。